去哪儿？我倒不会放过你！哼，你还想再游戏里拿冠军，还想拿1000万？做梦吧你！我告！哎，我怎么没禁言了？我要去。
全世界都知道你是个王八蛋。沈月啊，我送你去学医不是让你去挂科的啊，总共十科你挂了八科。我说呢，原来你天天在这玩游戏呢啊。
是四人一组，共分为25组进行激烈厮杀，只有拿到第一名才可以获得我们的1000万元大奖。哎，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暴露张一勋和剧后沈月不小心分到了一组，那是不是就可以宣布今天比赛结束了？我是这样认为。哎，你话怎么这么还掉了呢？我觉得肯定是这样子了。行，那分组已经开始了，让我一起见证一下这次分组的结果吧。
叫你说请字啊，赶紧把我请下来。眼中方向不分上下午。
有这个东西呢？这个武器呢？什么你啊！我跟你说，石元刚可厉害了，刚来几个人，他几下就把人打成盒子了。这次我们赢定了。果然是名不虚传呐！不见得吧，沈月虽然位列第二，但已经。
击杀了七人，很快就会密封翻盘。不可能，张英军团队采取的是三保一战术。你再看沈月团队，沈月团队已经因为内部矛盾独自脱队了。不见得吧，说不定是为了迷惑敌人的战术。看来第一个电圈已经启动了。那你给观众解释一下电圈什么意思啊？电圈就是在随着比赛进程的推进，逐渐缩小安全范围，因此选手们必须第一时间向安全区进发。那要不去呢？不去，不去在圈外的，然后选手就会一直一直的掉血，直至死亡。那不见得，我可以一直吃药补给啊。没完了是吧？不来聊了，先聊聊啊。走吧。好，让我们切回到比赛的画面。来，走。弃了吗？是他把咱抛弃了。走，咱去哪儿啊？去 S 城。啊？啊？什么啊？有问题吗？有问题啊，灿南，你听我跟你分析啊。首先呢，这个 S 城资源丰富，资源一丰富吧，人就多，所以。所以什么？所以听我的，必须去，开车。好吧，那咱们走小路迂回过去。两点之间直线最短，给我冲过去。那万一这路没有万一，走。好嘞，乘客你好，请您坐入扶好，系好安全带。下载代驾很高兴为您服务。行了，别废话，快点开，不能超速啊！加速。我让你加速，听见没有？我已经加速了呀。再加速。接下来该怎么办啊？分头行动，找装备。不行啊，不同意啊。 S 城里的敌人众多，如果咱们分头走一定会有危险的。咱们还是一起走吧，相互有个照应。对啊对啊，我这里还有好几颗雷呢，万一遇到敌人我可以炸他们。炸个屁你炸。分头行动，解散。我说解散。我听到了呀。那哪走啊，解散啊。我就想从这屋开始搜。
就说不能分散吧，你还不信？98K，在哪？你这嘴是不是开过光了？要是再有个八，该进就完了。很明显，我是在布置陷阱。你们跟忙忙你的，跟你们一点关系没有。美女，咱们有缘再见。
你看我说啥来着，你就得用活人当诱饵才行。哎呀，好巧啊，这不沈月那俩队友吗？是啊，你俩别唠了，下回你俩当诱饵啊，打我肋巴上打我太疼了，赶紧扶我一把。沈月搁哪儿呢？我这个人最讨厌背叛，你打死我也不会告诉你。哎呀，好，那你告诉我沈月在哪儿呢？我是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我一个大嘴巴子我踢死你，你们一个队的你不知道他干啥去了，在这给我扯了一个扔的，你当我们傻子呢？哎，这位玩家，你觉得和一个女孩子这样说话合适吗？哎，别激动，坐下，别激动啊，就给你捋一捋啊。我们刚才呢确实是和沈月一个队的，月姐呢也确实和我们在一起，但是我们队里呀有一只猪，他拿出一个手雷嘣的一下把大家都给炸了，月姐一生气就跑了。要你气不气？你走不走啊？肯定走啊。对呀、啊、往哪儿走？你骗谁呢？你那猪队友呢？我今天看看到底有多猪。心怎么样？还给你们拿两件呢。这么多好朋友，看来衣服拿少了，我再拿几件。我看出来了，你是开车的，汽车兵啊，你冲锋的呗，杀手啊。你啊，开超市的，严肃点，你可真是个猪啊。虽然只有几面之缘，但你们就想从我这里打听到他任何消息，哪怕你打死我，我也不会做出卖队友的事情。Thank you.
扔的雷啊？谁让你扔的雷啊？谁让你扔的雷啊？谁让我扔的雷啊？陈月，月姐，对不起，我再也不帮你站跑了。来，喝个饮料，消消气吧。只能本人参加，所以我硬着头皮就来了。对不起，我欺骗了你们。我爸爸做生意赔了钱，家里的房子已经拿出去抵押了。如果这些钱还还不上的话，跟着我爸就要去坐牢了，我就要失去我父亲了。上车呀，快点。
是要干嘛呀？我要给你来一个速成训练，过来。这个是你的血量，这个是你的体能。大笑，你看啊，要不刚刚我炸了你，你能换这么好看的衣服吗？是不是啊？
的阶段了。小叶竟然临危不惧，彷徨不安的在比赛中听起了电话。我现在比赛呢，有什么事儿一会儿再说行吗？是谁打来的电话？是她的老公吗？是她的丈夫吗？还是她的另一半呢？你这说的不都是一个人吗？但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再次进入游戏需要3分钟的再入时间。3分钟啊，发生什么事谁知道呢？哪怕是短短的一秒钟，现在这种情况都会让她的命运发生巨大的转折。那就把她的命运交还给她的队友、她的朋友、她的合作伙伴吧。让我们再次进入比赛画面。玉姐，你现在怎么办啊？请着远端说句话呀。神明过线了。方向南，快回来，谁来救天啊？我说现在怎么办啊？赶快说句话呀。
你刚才再晚回来一会儿，我们肯定就凉了。惊险了，刚才咱们差点就凉了。是啊，我刚刚都吓死了。大夏，你刚干嘛呢？我让你追他，为什么不追他？为什么不听我的？不是佳楠，你怎么了？那前面是垫圈呀，要是往上追，咱们就都死了呀。对啊对啊，爸爸说的对啊。没关系，喝个饮料。喝什么饮料？你除了喝饮料还要干嘛？我当时就应该把你扔那儿。你家需不需要钱跟我有屁关系？王佳楠。过分了，我过分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咱俩谁过分？你刚干嘛去了？上厕所了？掉线了？你就是怕了，怂了，活该做你的千年老二。你们看我干嘛？你们看我干什么？在一块儿三年，整整三年，他爱吃什么就给他做什么，他爱玩什么游戏我就陪他玩什么游戏，他却背着我脚踏两只船。他在游戏里认识一个女孩，就跟那女孩在一起了。他骗我说出差，结果找那女孩睡觉去了。我却还像个傻子一样的爱着她，你们懂吗？实话告诉你们吧，我来这个游戏就是为了找他。因为现实中他躲着我，我就想在游戏里当面问问他，为什么要这么对我。从现在这刻开始，我的事不用你们管，你们去赢你们的千万吧。Thank you.
求你了！凭什么放过你？你为什么背叛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爱你？因为我根本就受不了你的暴脾气，你太多女人，跟你在一起我不快，一点都不快，所以以后都不要再缠着我，听懂吗？结盟行不行？我保证帮你们拿冠军。我想明白了，不爱就是不爱了。纠结于本不属于自己的过往，是对真正爱护我们的人不负责。生活还有太多的美好等着我们呢，不是吗？其实我也挺对不住大家的，我刚刚掉线是接我妈电话去了。我妈她这个人从来不管我想要什么喜欢什么，自顾自地安排好了我的人生。我来参加这个比赛不为奖金，我就是要拿到冠军证明我自己。我跟你们都不一样，我就是冲钱来的。你们说我多倒霉，当个代驾还把人家车给蹭了。
大哥大姐都跟我要钱，一张口就是90万，我哪有那么多钱呀？所以我只能拿钱参加比赛，而且必须得赢。马上就要进入决赛圈了，我好激动啊！让我们按捺一下激动的心情，进一段广告，缓解一下，请看大屏幕。不说每日所需，麦克斯吃乐身体好，为聚会而生，哈基 Rabbit 喝乐忘不了，时尚潮牌 WMD 穿上好棉袄。广告时间结束，这真是我这辈子看过最精彩的广告，感谢各位广告爸爸。哎，现在让我们切回到游戏的画面，见证最后赢家的诞生。你是败呀，你占我便宜是吧？一天到晚的抢我坏，到底什么意思？哎，我这孩子，哎，妈，妈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咱不打了，行吧？那是什么？这么大的空投？
道上，我是国际大赛新人的教练 AK 女王。